阿伯啦，你有心啊、哦！但一个囡仔出后，好命还是歹命，即嘛拢改在你啊！想袂到哦，我等啊阿生哦，后日请假了袂到一天呢。真好个，阿遐钱哦，唔知伊倒位来的。啊，我唔是甲你讲过，迄是阮大伯阿妈子的，甲阮投资的。咋？ 我就干那按新工买回做一个计量在身尔啦。干杯酒，干杯酒！当作去。因两个兄弟啊，是真简单处理啦。伊毋过因厝内底迄个好把握吼，就真歹处理啊。你好意吼，我真感谢。啊，不过做生意若要做到酒家去，我是惊因两个兄弟啊控制袂住。阿母，你看，系啊啦。 这地方吼，赵文高病啊，要拜托你哦，阿秋明哦，阿铁文去家里的苦家米家吼，阿瞧一下。哥，你放心，把苦家的代志吼，都交予阮大哥来瞧。你哦，三八计很会啦，啊，后边拢阮凊彩讲讲咧，你也凊彩甲听听落去，安尼啦，大主在遐应啦。 对咩？你是看掠一尾虫伫阿爸的脚床顶甲猫咧，你真掠紧啊你！啊，应就应啊，就去瞧啊！但是要安怎瞧啦？当公家甲咱冤仇结啊重，迄个虎哥婆，高怪佫歹剃头，伊若无趁即个机会报一个鸟鼠仔，阮则输你啦！唉，我哦病啊啦，即摆一定会哦，配谈配烂啦！啊！ 你嘛较差不多嘞啦，啊！这款话你也讲会出来哦，不然就是啊，非得你大家拢看袂起阮这帮的，规气财产本本的，我甲国宝也随包出去。敢讲两句啊？谁？为什么财产？啊！都伊那边。红猪啊！
点几时？干咩啊？搁拍？哼！我看恁到时阵吼，是啥物人气死言无伤？不甜啦！无你是要搁乱性？好啊，大家压压出来，看到时哦，送一对新歌啦！大家奈冤家汉尔厉害，阿母唔捌汉尔受气过呢。是啊。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我哪能看无啦？阿爸，啊、阿嫂，你要创啥？我要创啥？大家心内知知嘞，要讲吼，大家来讲啦。阿爸，嫂，我呐，无论到底是要讲啥？阿母，其实喏，阿母呐，家禾咧哭啦，我用巴肚枵的管，你去去看麦，去啦。啊，你的囝嘛咧哭，你是无听着是？家兴，你今仔日敢去偷念啦？你是无听着？因两个妈妈吼，我看着无爱冤啊，我有巧无？哎呦，那考官你哪来？哎，高妹哦，爸哟，心肝起来，那考官你啦，阿母笑，哎呦，阿母检查看卖是不是有考动啦？哎呦，嘉兴啊，啊，功课写完未啦？我要写啊。我功课写好啊啦，搁有一挂厝边还袂摕到油饭，无我即马来去送啦。好啦。阿公用爱的代志，唔知柯志良敢有法度处理呢？我用送油饭来当作理由，应该都袂遐尔解决啊。煞煞去啊！啊，是莫甲人麻烦好啊！你来啦！哦，阮小弟做麻话，我来送油饭的啊。哦，恭喜多个弟弟哦！哎，多谢。我就要找你。爸妈都不在啦，现在走吧。你说的事情哦，我要跟我爸说说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那些农民。这买的蛋糕很好吃，很有名，吃吃看。多谢。啊！啊！
么笨啊？裙子都脏掉了啦。不要紧啊，我回去再清清就好啊。那你等一下怎么走出去？浴室洗一下啦。真的不用了啦。什么不用？我不可能这样让你走出去啦，浴室在那里。走啦。真好呢，袂输，我著徛伫你面头前，互你画。喜欢你，喜欢到现在。然后呢？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车行，你就成千金小姐了。趁我不在家勾引我儿子，你跟谁学的那么贱？妈不是啦，花宝，花宝，你土人啊，不会讲国语，
睁着眼说瞎话。老板娘，你真的误会了，我真的没有。妈，我打他了。误你妈的会，你跟我狡辩呐、啊！我现在拉你上警察局，走。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去警察局。走啊！不要这样干嘛？你不要再过去火上浇油惹你妈了。妈，不要、啊。哎，你给我来，我来。放手了。陈婉华的，所以他跟他告白都是我，你不要再欺负陈婉华了好不好？你是喝了这个妖女的符水了，你这么替她说话，你知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当然知道，我再清楚的跟你说一次，我喜欢的人是陈婉华，我不许任何人欺负她。你个小妖女，都是你害的。哎，你放手啊！我今天一定要拉他进警察局。妈，你给我把他送进警察去，包也送去啊！我跟警察说，是我背他的。你妈说话的哈，你看看你教的好儿子。好，行不行？待会儿啊，我好好的教训他。哎呀，哎呀，好了好了，你快走吧，快走吧。贱货！妈，哎，婉华，你再弄试试看。把你的死人饭给我拿回来。陈婉华，你今天想过去啊，就踩着我的尸体。你进子龙，跟我进来，跟我进来，跟我进来，进来啦。子龙，子龙，你明知道妈妈是吃软不吃硬，你还跟她硬着干，你想害死陈婉华啊？进来啊，进来，进来啊。你跟阿母讲要送油饭，我就知影你来找邱志宏斗相共。别傻了，邱志宏根本就都不顾虎姑婆，你干哪会欺负你啊？虎姑婆，我跟你拼！敢欺负我阿姊，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快出来！你给我出来啊！阿姊，你先冲啥啦？阿姊，伊安尼跟你欺负，我要替你报仇啊！对啊，那只虎姑婆根本就是愣头青棍，一定要给他教训呐！好啦，你两个莫搁乱了，好不好？是我唔好，是我离去邱子龙的房间，被阿母抓到，我唔才有挂出来。你是安怎要带你去邱子龙的房间啊？一定是那个亮亮哥把你带进去的，对不对？你去伊的房间也袂安怎啊？伊为甚物要把你挂出来啊？这是我家己代志，你两个莫管啦。阿姊，阿姊。
我是招子龙的啊！后摆搁找我阿姊搞你，我听到死的才歹过的。好了啦，先去把那些油饭收一收。车行，你就成千金小姐了。趁我不在家勾引我儿子，你跟谁学的那么贱？老板娘，你真的误会了，我真的没有。阿母，这个该用啊。风气有干，你当然拢免讲信。好心送油饭给人，贡献水配。你敢知我这做阿母的人听了有偌生气？我嘛乱讲嘞。阿姊，你免惊啦，我甲阿母即摆就替你讨回来。阿母惊啊？莫去啦！阿华，你安尼在创啥啦？欺负你的人是苦家，迄对我囝是你小弟，你派出去伊要怎？你哪遐尔讲？对啦，我就是讲，就是讲，会当甲阿公斗三工，所以我唔才会去苦家，搁入去苦进人的房间。这一切拢是我家己惹出来的。阿母，我拜托你卖去好无？我惊。你会让头家娘讲到足歹听、足歹听的。你也无做啥，先总惊人讲。反正你听我的，你莫去就对啊。阿母，今麦干要去？精神区，甲功课写写啦，入去。我知影你是好心替恁阿公送油饭，啊，不过都外口讲讲的就好啊，是安怎讲到房间去啊？是，你去让欺负是？无，伊无甲我安怎啦？阿母，你莫误会伊，是我唔好，是我袂介绍，是我。你为着要保护伊，你将家己讲啊遐尔歹听，你都唔知阿母听咧艰苦是？阿母，是累啦，阿母。敢讲你遐尔介意啊？哦，你变安尼啦？阿华，我跟你讲哦，你都明知咱两家袂合，你该是无可能的代志，我嘛不准哦。而且你搁遐尔细汉，你即马上重要吼，就是好好读册，啥物都莫想啊。阿母，莫讲啊，你即马就去写功课。
黑纱我来披，这去这去。阿母，我答应你啦，我袂讲到哭泣就安怎？唔正确嘞，你着爱讲会到做会到啊。好细田哦，安尼请囝同款，一点一滴拢用心替你穿，结果即嘛拢乌油去哦，看你到底互心肝吊吊疼。好佳哉哦，是种着歹田，毋是饲着歹囝，明年咱再搁修行一届就好啊。艰苦一时，袂艰苦一世人啦。阿母，咱算哦，足好命。哎呀，人赃俱获啊！哎呀。真是老天有眼呐、啊，让我发现你们种的这个稻米是空包蛋呐、啊！哎，这样的东西啊，千万不要去卖给人呐、啊！小朋友啊，你放心啦，这片哦拢要好嘞，阿爸又能卖掉啊啦！哼，讲什么我听不懂呀？这就是证据，眼见为凭。哎，今年呐、啊，你们家的稻米可千万不要卖给我们邱家，我呀，一颗。不收，不收就不收，无你稀罕呐！哎呀，阿母啊，莫插伊啦，伊无爱收，无紧啦，我阁袂瘾卖伊啦。哎呀，口气可真拽啊！不过也对了，因为有个人的家里面有个小狐狸精嘛。你讲啥？你再给我说一次。哼，不，你即马是你讲啥哈？你即马是讲啥？阿母，张婉华哦，阁互伊糟蹋。什么呀？刚刚我可是没有指名道姓的呀。既然有人对号入座，我就把话说得清楚一点。也是了，现在有人了，交出了一个小狐狸精，只要他能勾上个有钱的男人呢，一家人就靠着他鸡犬升天，吃香喝辣了嘛。其实啊，我昨天打他是在帮你教训他哎！哎，你干什么？干什么？你在那等什么等？抓够了！哎哎哎！我还手啊！还手！还手！我怕你哦！我女儿一直被你糟蹋，我已经忍很久了，今天要替她教训你！哎呀！哎，你可看到了啊？这个女人有多没有水准呐！哎呦，你这阿三杂毛，你欺负三家人，你要……哎呦！啊！你们仗着人多欺负人少啊！不要走啊，我叫人来。你个糟贼人，太过分了！不要以为我们好欺负。阿母，
你真正甲迄个好姑婆，是伊搁歪搁试穿啊？嘿啊，送叫伊吼要拍恁阿姊，啊搁骂恁阿妈嘞，恁阿妈嘞？哦，好说脏话。唔是啦，我是讲我阿妈嘞，敢有倒拍，煞讲伤紧啦。恁卖假啦你。阿姨，啊到最后你是打赢还是打输啊？当然嘛赢啊，拍到伊青山落魄，走干阿背。哦，阿母这厉害啊！哎呦，无啦，啊对伤超过啦，啊咱人对咱好吼，咱食人一口就香一道。伊伤傲慢啦，咱袂当白白被欺负啊，对无？吼、哦，那这我尚知，我二十四年前就领教过恁阿母的功力啊，伊甲我拍甲俺头青目肿，满面全豆花。真是的啊！送叫伊要甲我绑牛屎啦。哦，后摆你若是搁吃白白，我袂予你欺负哦。我哪有欺负你啊？明就是你欺负。谁讲的啊？你常常出我物件吃，搁常常放臭屁给我屁呢。我哪有啊？哦，吃白白搁来啊！你还说，阿姐，不要乱讲话啦！我讲的是真的啊，你若爸妈答应了，要不要嘛？干部，当然。阿姐，看他们啦。亚芳，那边有回音哥呢。真的、喔？在哪里？那边啊，咱就去抓了。嗯，走。阿舅啊，去洗脚嘞！来啦！我要有四回就对。吼、哦，你嘛较拜托嘞！阿大囡仔才几岁尔，你讲这個？你家己毋是同款，你八岁就去撒着我。哎呦，你咧水面哦！哦，别个连笑话啦！啊，毋是要啉酒，去啉啦。哦，安尼好，安尼好，阿无你袂用哦。好，行。爸，较紧的啦！天啊，黑耶，走慢一点啦！哦，较紧的啊！你要推我啦，等我跌倒。啊，不会啦，倒了没？伊要搞我啦！要搞啊，搞啊！陈嘉庆，你不是说我会金钩吗？在哪里啊？在你家啊。啊，在奶粉罐里面。你不是刚换金菇，安尼的啊，才会知啊。我有搞无？你把灰金菇关在奶粉罐里面，他们就没有办法呼吸啊。恶魔党哦，快把它放出来，给我。我不会。陈嘉庆，你不是说要给我吗？我不会给你啊啦，我辛辛苦苦才抓到的，今嘛我自己要挃啊。哪有人说话不算话的？给我。你卖酒啊！你卖酒啊！高涨飞不是很漂亮吗？马马虎虎啦，安怎？我这厉害哈？你写功课那么厉害就好。我大汉就要做科学小飞侠，科学小飞侠就该来拍拍人，就要写功课啊。你不写功课是真的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科学小飞侠。那呢，我会当做警察啦，警察嘛会当拍拍人，什么代志都免做呢。说到底哈，你就是不要读书，也不要写功课。啊，你大汉要做啥？你当警察一定常常受伤啊，那我就当护士帮你擦药啊。哎，陈亚芳，啊，你的面来啊？啊，你是发烧？你管我！啊，我当然爱管啊！
啊，我又无受伤，你是安怎要替我过药啊？谁要帮你拆药啊？哎，杨哥，你咪做啊，是你家己讲的呢。哦，今嘛就这么麻烦啊，以后变大人一定是大大的麻烦啦。哎，杨哥，等我啦。你真是的，你得爱讲会到做会到啊！在伫遮啊！哦，我，我，哦，这是我，这是你。我哪有遐歹啦？是的啦，请接受我道歉，好不好？无代无志，是安怎要甲我回事嘞？之前我阿母害受这么大的委屈，你有好一段时间都没来找我，跟我聊天，害我就感慨的。所以你就报鸟吃鸭丸了？啊？拄只迄只鸭，就是伫咧创猪丸，敢毋是？不是啊，不是啊，我是想用特别一点的方式，让你注意到我。谁知道你要去把罗航掀开？所以你的意思是讲我就两光的哦？没有啦，你不两光啦，是我白吧，跟鸭子也没有关系。对不起啊，我下次不敢了。够鳌拜哦，你无鳌拜啊啦？哎，陈文华，你等一下啦。创啥啦？你如果要走，先把话收下啊。我想这是要创啥？你如果生气的时候，可以像我这样。拿他出气啊！哎，我讲了哈，我听无你在讲啥。会担心我，才像我女朋友嘛。像是你女朋友啊？你自己点头答应的哦，不能后悔。我不会跟你讲啊啦。好啊。以前不承认，没关系。我以后每天都会问，问到直到你答应为止。你放手啦！我不要，我手不会放开，我这辈子手都不会放开。
不能偷看哦。好啦，知啦，乖话久。快了快了，得要搞。到了，你把酒可以张开了。真正足水的，这才不是莲花嘞。无，这是啥？左手边啊，是邱志荣；右手边啊，是陈婉华。从此以后啊，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瞎掰。哪有啊？真的啊。阿娘喂，哎，你看，搭台哦，唔那说比这船，看起来佫拢新点点呢，真系现买着就现赚着啊啦。嘿啦嘿啦，里头家吼讲了准准准，这个美甲吼是我一个人客的，啊新鲜的，啊不过美国的绿卡都落啊，伊着去要去做阿多啊，唔知要脱手。啊，所以这项代志，尤其就随讲我听。好康的吼，无逐工当会着啦。啊，这款的吼，外口行情你去探查看卖，凊彩就啊三四十啦。你想讲唔对无？一台爱三四十？嗯。哎，拜托哎，这贵州的美甲本来人开价是150,000呢，我咧硬给硬给硬才硬到100,000。啊，我才讲硬甲做100,000，唔只有通剩100最头。这一百砖头吼，佮有甲仓库，啊，佮有土地呢，买下就赚着。哎，也唔过哦，卖过也唔过啦，紧出手啦，机会无定啊，船坑去等你啦。阿姨啊，紧甲潮落啦，进前咱开车行，遐开销扣扣嘞，本钱佫算足粗，你知影？啊，咱认真斗斗，敢斗无100,000？我来讲，凡正这是咱一世人。做大头家唯一的机会，真正。对啦对啦，无得卡吼，阁会当做议员哦。吼吼吼！啊，若照你所讲安尼吼，阮丈人爸都毋是干那面乌一边呢，迄规面一定拢乌起乌飕飕。啊，但是阁咧安怎啦？干那直直看，直直看，哎呦，查甫人卡死你！你讲这我拢知影啦，不过我着真正吼，啊，甲阮阿母若存存一个，无安尼啦，明仔载我再甲恁讲。啥？啊，搁等到明仔载？好啦，袂看伤济啦，啊，你先卡一电话去让演者。好啦，听某嘴大富贵啦，我即马着卡电话恁上。做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影，你甲伊参详落到底，绝对叫你较正经的，有海也通晒，就罔晒啦。啊，今一声咱要做大头家机会哦，乌有伊啊！袂啦，互恁阿兄转去甲恁阿嫂好好参详一下吼，嘛无啥物毋对啦吼，小心无事本吼。啥？恁啥？你讲啥？你袂用个等的哦？哎呀，拜托啦，才差几工仔尔尔。啊，人嘛是安尼，生生生咧，甲伊做生理的啊。喂 ，Lisa， 我啊，电话哪挂掉？啊，这边是什么情形啊？啊，
哎呦，哎，恁常讲哦，是因为阮家有交情，才互阿介绍的呢。啊，今嘛阁唔决定，人已经有人出到百二万啊啦，伊阁无闲吼，伊要卖予别人啊啦。啊！阿兄，你有听的无？安尼去也讲去啊啦，迄秘书敢若一块肥肉摊在你的嘴，你讲硬甲配掉，迄就算讲会假死，你嘛爱配滚水硬甲吞咯。啊！你但乖想看卖啊嘞，等钱拢捐出来买米价，啊，厝后买米后爱现金，啊，搁拖拉去嘞，钱要倒来。哎、欸，迄无问题，爱讲啦，我借你啦。但是我甲你讲，较重要迄米价吼，赶紧拿起来，啊，若无人随买伊啊。晓啦晓啦，啊，即嘛是安怎？袂啊，袂，即马敲电话，搁会付哦。阿兄，头过身就过，绝对是安尼百二岁。啊好啦，陈准咯，甲拼落啦，对啦，安尼唔使收阿兄单国机。大头家呢？哇，做安尼，你看，嗯，安尼敢有好看？顶面啥物拢无呢？啊，无要安怎？你会当伫顶面画图啊？画图？你看啦，你画。这是你要送予亚芳的生日礼物呢。拄只我嘛已经甲伊斗三工啊，即马怪我帮你画图。借问一下，这礼、個、物是啥物送哈？我就唔知要画啥，看亚芳介啥物物件，你就家画起嚟啊。我画好啊，阿姊，你看。拉牙哦，真正假的？哪有？这是花，路边常常拢有看到，白白迄种的啊。你讲的是雏菊哦？我哪安怎看，拢亲像是拉牙。哪有袂讲啦？啥物有袂讲啦？阿母，你拉多好，你看你是啥？我这拉牙。唔是啦，你看清楚的。母看较清楚哩。哦，啊，这都一朵花啊，迄大朵的迄有无？迄太阳花是不是啊？这不是太阳花，这是雏菊。雏菊？对啦，雏菊啦，就生雏菊的。好啦，来，这张一个，进来。啊，这是啥？啊，这都哦，我甲恁阿嬷去拜拜啊。啊，一个阿婆咧卖啦，我是讲高官，人讲吼，即拜拜过物件，食了会平安，佫够读册呢。是啊。阿母。你哪安尼看我哈？我看你安尼碰皮啊碰皮，哎呦，啊人讲哦，你查囡仔愈大汉愈水，会正死人呢。小姐小姐真歹势，心肝顶三个。你哦，搁较皮哦，我提扫帚给你。哎，无怕着。好啊啦，莫去耍啊，紧睏啊！阿华，你嘛是啊？嗯。
早的事啊，我来找你，老爷跟你做伙吃。查甫在遐出气吹呢啊！啊，爸，英哥，你也来啊？啊，你怎啊嘞？我都无咧戆戆，我是先来吼，看因到底是咧变啥物梦啊！做人莫安尼疑神疑鬼啊！阮后生咧办代志，绝对妥当的啦。哎，拢来啊！阿爸，你也来哦，安尼就对了。紧来，紧好去啊！慢来就歹命。啊，你甲我纠缠哦！你是活了伤艰难嘛？吼、哦，脚够歹看主人呢，啊，恁娘的！啊，想要偷啊，迄狗啊脚伤短，偷袂着啦。偷袂着，我袂晓耐心。哈，来啦，来啦，我想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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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好啊啦！不打啊，来，来啊！好啊啦，你是亲家呢，不是牛的。啊！你嘛有看是伊要跟我打的啊？好啦，爸。阿姐啊，你安尼遐咧啦？啊，不是讲要找一个大头家，把这个车拢收起来。阿嫂，你莫着急，福州伫梦底。有影较通讲呢，啊，若无吼，我就甲伊拖去整。吼、哦，你开嘴拢无好个咧，你到底几工无洗嘴，讲落话啊臭啊！我听你咧臭啦，啊！啊！你唔是答应大家讲要去甲古家吵，啊吵到伊啊，啊即个煞布一个什么大头家啊，啊！各位乡亲啊，大家吼唔通去学因哦，啊谈的安尼戆戆细啦。啊，无影无影，真正有一个大头家，而且遐七啊，一地加300块给你收。有影无影？当然嘛有影，无影的唔正经。无吼，是对一个大头家啊！你嘛讲出来，大家批判对不对啊？对对对！想早出现就无够大牌啦！甲恁做一个报告，这个大头家甲恁同款，拢是基层正产出身，所以恁的心情、恁的痛苦，伊上知影，你讲对不对啊？阿文啊！鸡啊吼是真嫩壮嘞，搁发多通饲啊这款大头鸡了。阿爸母，看这个公公呢，敢咪是国鸡啊？啊？哎呦，你看嘛知影，绝对咪是咱国鸡啊啦。啊是讲哪会当开始只好爸母压落底哦，安尼嘛是赚的啊。阎王宋英东，我今刀枪剑戟四马，你大胆却把宋英金闯进宋剑娘亲，还剑娘亲啊？不管有几个娘亲啊，全部被你给看完了。怎么啦？怎么啦？你不觉得奇怪啊？平常到了这个时期啊，那些所有的农民啊，
都抢破头把干粮送过来了，怎么今年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八成啊，是你老放话，说这不收那不收，人家当真了。我早就跟你说，咱们做生意啊，要和气生财啊。和你个大头鬼啊！哎呀，就是因为有你这种烂好人，哎，咱们的宝贝儿子啊，快被那个小狐狸精给勾走了，你还跟人家和气，我快气死了。我喝完茶再骂。嗯。我说你啊，你那不是人来了吗？下次跟你算。哼。阿川啊，别提来吃啦，听讲庙口遐吼有大头家吼，用较好介绍咧收啊。真实的哦。会啦，坐到提起也卖啦。别在这看富哥无面子啦，行啦行啦。哎，行啦行啦，紧啦去庙口啦，紧啦。行什么行啊？喂，你们说谁虎姑婆啊？喂，哎呀，没水准，没文化，没卫生，你们没见小。哎，也都不想想这些年靠谁吃饭的，不知廉耻，不知感恩，不要脸。哎，你来的正好啊，咱们好好教训他们去。走。哎，别顾着跟人家吵架了，你没听他们在说吗？有人在跟咱们抢生意。哎呀，谁那么大胆子？问我问谁呀？啊，先过去看看再说吧。哎呀，走。六爷、八老爷，九十三至239号，嘿，我安尼开就无唔对啊，等下就会当看到我的米价，哈哈哈。啊，嘿，啊，若石头遐大粒，要垫咧路中央啦，啊，嗯。啊，那237号了后，全拢无厝啊！啊，239号嘞，啊，怪咪假嘞！啊，啊哈！239号嘞，怪咪假嘞！哎呀妈！刘基，你伫倒？爷妈，爷妈，恁伫倒？爷妈，讲话你是拢无在听着，这班车若坐无着，爱搁等少久的啦，落车啦。我不要坐火车，我的事都嘉欣陪我的，我要去找他。亚芳，落车啦！我不要啊！哎呀，亚芳，不要啦！你是咧？亚芳，恁爸爸就是要替你过生日啦，唔知要带你去台北佚佗，你好乖，来，你落车。坏巫婆，我不要听你的话，我不要下车。我不要啊！你落车、啊！我不要下车啊！你落车、啊！不要！不要啦！不要去！不要去台北！我回去啦！现在回去你就别回来了！不要啦！这我平阳山的查某囝，袂当互你随便扛的。我不要走了，我找嘉欣。不要走，行啦。不要啊！我不要啊！
较紧。姑奶奶，我。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哼！哎，你什么意思啊？拿这个东西给我看。哼，我就是故意要拿这个看你。哎呀，你凭什么来跟我们家抢生意啊？你呀，跟你们全家一样，通通都是那个……哎，空包蛋蛋蛋蛋蛋。谁的空包蛋？我多加谁好声音啊？谁的空包蛋？哎呀，讲什么听不懂啊？别这样，别这样！哎呀，我故意的，我就是要这样，人家都骑到我们头上来了，你还跟他们客气什么呀？不要脸！不，我也不客气啦，不气啦！哎呀，哎呀！不给你养中毒了！我跟你们拼了！好！爸，爸，你没事吗？就疼啊，就疼哦。啊好啊，你这个死外甥婆啊，藏老爸你也牵插落，连庄也跟你拼！来呀、啊、来呀、啊，死外甥婆！哎，哦，喂，你放手啊！不要脸的东西，你放手！放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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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他们来叫乱，跑掉，阿你跑，叫乱，叫乱，叫，跑，跑，去别人那叫别人，叫别人，叫乱，叫乱，叫乱，好事好事，叫乱。你给他放眼过，见过你放手。哎呀，哎呀，操，你来抢我了！来来来来来，叔，各位各位，叫过来叫过来。今晚要隆重为您介绍风动武林行动万教风动路顶行动路下风动内山突破内国的大头家陈国基就是我阿兄，同我声吹喽，吹喽，吹喽！哎呀，看到这个场面，你根本都话拢讲袂出来对无？小姐，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下。我阿兄已经买到一间米家了，所以阿伯咱只农民的车啊，拢予阮收，恁听好，轻松给阮食穿咯。国基阿公真是是个米家大头家呢，哇，这下咱家是有名。龙永清啊！阿伯啊，你所有的米，咱拢免看人面色，阮总收啦。今我要帮人家你收，你恁有欢喜无？感谢是，你敢真正是米家的大头家？啊，这代志拢免到参详哦。安怎啦？咱唔讲话？真正是安尼，你的尾嘴早就翘起来，是安怎安尼油头甲面？到底是安怎？奈安尼惦记记啦？你唔得讲话，这么代志到底是安怎？你讲啊！你讲啊！紧讲啊！阿兄，阿嫂，你等你讲，你唔得紧讲，讲你这么是米家大头家啊？讲啊！哎，阿咪紧讲！啊，这是要讲啥啦？啥物都拢无啊啦，去了了啊啦！我你即摆想咧后边讲啥？啥物你去了了？哎，你有看无？我都刁民，甲你吃我只醋！哎，啥物你去了了？哎呀，哎呀，我看懂了，各位，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哈哈，人家说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怎么还不到十分钟，你们就出事儿了？这就是人家说的报应来得特别快，现世报。我刚就说了，他们家的人呐、啊，都是空包蛋。你敢跟恁做爸爸？打你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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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紧，你别生气啦。啊，伊要甲你回。说国语啊。对不起啦，对不起啦，对不起，对不起啦。啊，阿姨，有看到哈。黑白脸呢、啊？算你识相。今天你女儿的事儿啊，我跟你到此为止。不过那个什么鸡，我跟你们家没完。各位乡亲啊，现在事情已经搞成这样了，你们的稻子要拿到我们邱家卖，还是留给这群骗子？你们自个儿好好考虑清楚吧。啊，老公，回家吧。好嘞，因爸吼伫阿准准看出出，啊，规家伙啊吼是无毛家吼，佮假大家啦，啊，全变神啊，唔知天地几斤重，啊，剩万四个吼，恁家己去啦。我甲你讲啊，恁爸无好翁啊，啊，嫁这落嘛无效啦，为了甲恁爸信道，真个。啊！硬叫不要家己讲家己的头壳啊！吼，是啊。你甲差不多了哦，你要请行我也乎你呀，你要搬走我也随在你呀。你即马连阿母也要甲带走，公妈喊嘛要甲请走，我是大的呢。这个家当时拢甲你做主啊。阿母怨叹我，爸一个长小弟反背我，即马连囡仔都忤逆我，我无上少你帮忙嘛，我这只是要哪嫁啦？哦。咱不甘愿哦，去拼给人看。你敢若想要醉死忙死，这款查甫人无路用。亲亲，你毋是捌答应过，讲你袂阁甲柯志良安怎，袂阁予阿母失望，啊结果呢？啊你呢？你甲阿爸、阿公，还阁阿妈，遐尔啊失望，你家己拢做袂到代志，是有啥物资格讲别人？阿华你。你是当时刚借四十万呐、啊？一定是阿妈，事当时要买米价的时候，我甲我的身情甲因阿拢交伊。唔惊紧款款的，紧来闹跑啦！你讲讲闹跑，咱的厝啊，咱的田呢？哎，顾你准袂顾你知啦，保命较要紧啦。阿华，我拜托你，不要走。欠钱搁无材料，搁想要人干，啊！我迄条线是要叫恁爸吞落啊！不然你拄车较紧啦。恁这歹老母啊，敢欺负一个查囡仔，真正有够臭死咱的！当然，你若不出人命吼，一仙钱拢摕无哦。一点一滴，就好相思，我当孤寄谢别。秋花金菇，酒餐花边，慢慢慢慢消失。想着花，又是念起的一条一丝的记忆，漫过风吹，总有快乐，总有失落，随风吹，总有。